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僧伽札经卷三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出世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为令众生多闻具足，是故如来出现于世。如来出世，开甘露法。若如来出世，则知一切法，以方便故，知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知世间智，出世间智。”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尊知何等法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要上，如来知正法智。要上，以是智故，总摄一切法。要上，若众生闻如来出世，信法者，此是第一利益。要上，譬如有人出行至身，为得利故，将千人众担负金宝。彼人父母告其人言：‘子，善谛听，此金宝者是他之物，如好守护，莫使亡失。’其人持宝未经多时，自纵放逸，所持金宝悉皆散失。是时彼人忧见色心，羞愧惭耻，不能归家，使彼父母闻已，忧愁悲泣，而说此言：‘我等生此恶子，但有子民生我家内，财物悉皆散失，令我等贫苦，为他奴仆，绝望而死。子闻父母即丧亡矣，亦绝望死。’如是如是，要上，佛说此法，于我法中无尽信者，彼无所望。临命终时，唯忧恼见色心而死。如彼父母为彼金宝，绝望忧恼。如是要上，于我法中无尽心者，临命终时受诸苦痛。先福受尽，彼不众善，临死时至，忧恼见色，堕于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受诸苦痛，作如是言：谁救济我，令我得离地狱畜生恶鬼之苦？又如父母告其子言：未来病苦，并有死苦，汝等得解脱时，见行是身，身受苦痛，遍体焦恼，自观已死，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四肢皆痛，必归于死。遍体顽痴，犹如木石，无所觉知。子答父母语言：莫作是语，令我怖畏。观身无热，亦无余病，唯见死不，我当归谁？谁救济我？父母若天，谁能救拔？父母答言：祭祀天神，必得安稳。子答父母：当速祭祀，以求安乐。速至天慈，问守庙人，使彼父母到天慈中烧香求愿。守庙者言：天神嗔怒，须杀羊杀人，以用祭祀，如此可脱。尔时父母自思为言：我等云何？我既贫穷，若天神嗔，我子必死；若天神喜，必得大恩。食宿归家，尽卖家财，得羊一口，富裕于人，且待我今十日相还。若无相还，我身当为君做奴仆。其人得今，亦是买人，所买之人不知当杀，以祭天慈。丙人父母愚痴无智，竟不治家，执意天慈，
欲守庙者，汝素为我设祭天祠，尔时父母自杀羊杀人，燃火祭天，然后天下告彼父母，汝等莫怖，我护汝子，令得安稳。尔时父母踊跃欢喜，作如是言：天神与我大恩，令我子差，使彼父母欢喜还家，见儿已死。尔时父母见子死矣，生大愁恼，又见舍心绝望而死。佛告要上善男子，尽恶之事亦复如是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堕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莫问世事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慈悲说如是人堕在何处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其人母者堕于大教地狱之中，其父堕于众合地狱，其子堕于火烧燃地狱，守天庙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亡死人生于何处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彼亡死人生于33天之上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亡死人何因缘故生于33天之上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彼人临死时起一念净心，皈依佛陀，以此善根，当60劫受于33天之乐，80劫中自是宿命。所生之处离诸忧恼，生生之处离诸忧恼，一切苦灭。要上尽恶之事，不得入于涅槃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众生不能入于涅槃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欲求涅槃者，当勤精进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精进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精进者名须弥多波地，逆流之果名精进处，所及利陀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那伽弥果名精进处，阿罗诃果名精进处，波罗提迦佛陀果名精进处，圆觉之智名精进处，菩提萨多名子，菩提萨多地果名精进处。要上如是等处名精进处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，云何逆流？云何逆流果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种于树木，彼种树已，即日生芽，彼树一日，上下各生长一由旬。复有一人亦复种树，不得其所，风动不生，以至异处，二人共争，互相诽谤，彼人如是共相争论。国王闻之，即斥陈言：某除二人互相诽谤，速往唤来。谤臣受教，遣使往捉，使彼使人为福而去，至彼人所，作如是言：王唤汝等，使彼二人今不忧愁，王今何故命我二人？是十二人既至王所，默然而立。时王问言：汝等何故共相诽谤而起斗争？使彼二人白大王言：大王，听我所说，我借得少许空闲之处，种植树林，几日生芽，几叶花果，熟者中半。此人种植不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须臾数矣。彼众不生，来见谤毁而起斗争。大王，如是之事，大王应知我无罪过。
尔时大王及诸大臣满30亿，告诸臣言：汝等各说。诸臣白言：我等不知说何等语。王问诸臣：汝等颇见几日种树，及生芽叶，及以花果，手扯中半。尔时诸臣从座而起，白大王言：大王，我等不能决定信受如此之言，何以故？大王，此事稀有。尔时大王问鄙人言：汝所说是事实否？尔时鄙人白大王言：此时不谬。王复答言：汝所说如此之事，即日种树，即生芽叶，即以花果，此事难信。尔时鄙人白大王言：愿王自知，知其虚实。时王及30亿臣尽守鄙人，然后大王自种其树，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。尔时大王心大悔怒，斥诸臣言：汝等速取吏府，彼所种树，仰令斫罚。尔时诸臣受王教令，斫断彼树，一树断矣，生12树；斫12树断，生24树。今夜花果皆是七宝，尔时24树便生24亿金鸟，皆是金嘴，七宝羽翼。尔时大王复生嗔怒，自执吏府，广拔彼树。王斫树时，从树出生，甘泉没水，时王惭愧，斥诸臣言：放彼二人。诸臣白言：大王受教。诸臣去矣，放彼二人，将至王所。王问其人：汝种此树，斫汝一树，生12树；斫12树，生24树。我所种树不生芽叶，不生花果，此事云何？其人答王：如我此福德，大王则无如是福德。尔时30亿大臣胡跪，白其人言：汝可治国而居王位。尔时其人为诸臣众而说偈言：我不求王位，不求是财宝，心怀无上愿，愿成两足尊，得即灭涅槃，至彼成如来，为汝等说法，令到涅槃城。往昔作不善，令我入王狱，狱服受诸苦，罪报悉已尽。尔时有33000高座，一一高座高25由旬，一高座上有25亿鸡而在其上，以金为嘴，七宝羽翼出人阴身，告彼王言：大王，不善不善，斫拔诸树，以此罪业，必入恶道。王不知也，种此树者是何等人？大王答言：我未审之，愿为我说何等大人种此树也。鸡鸟告王：如此人者，照明世间，名无上士，当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。王复问言：彼是何人？种树不生，彼作何等不善之业不生？当为我说。鸟答王言：彼是提婆达多，种树不生，无少善根，树云何生？尔时30亿大臣闻此法门，皆得实地，成就神通，使彼国王亦得实地，得通达一切善法三昧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此30亿臣皆得实地，成就神通？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即时为孝，从其面门放84000光明，无量种种青黄赤白红紫光明，其光遍照无量世界，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三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若无因缘，
如来终不现稀有事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见众人从十方来，即会此否？要上菩提萨多白言：不见也，世尊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观十方一切世界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，即观十方，见东方面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见二万五千亿众生在彼集会，默然而坐，不饮不食。复见南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西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北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上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复见下方有一大树，覆七千由旬，下有二万五千亿众生聚共集会，不语不食不行，默然而住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如来应正遍知，若佛听许，乃敢发问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悉能为汝解说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，从于十方有无量众生而来集会，以谁神力而来至此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自以神力而来至此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观诸世界，以谁神力而往至彼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以汝神力自往至彼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过九十六亿世界，有一世界名日月明，彼国有佛号日月土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与八万亿菩提萨多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即到彼国，指日月土如来前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，于娑婆世界，在释迦牟尼前观于十方，见无量众生集会，在此不见？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至日月土如来前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过九十六亿诸佛国土，来至于此，不见一人。世尊，谁见谁闻无知无觉树上而生众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不也，善男子，汝颇见颇闻，无知无觉之树能生人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不见不知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汝欲见否？我今是汝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欲见之。尔时日月土如来屈身必请，百千亿众皆悉来集，一一众生手执香花供养如来。要上，汝今见否？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已见世尊，已见善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，悉皆如幻，使彼三万亿众生各生百手，以诸香花供养如来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事稀有，须臾之间，此诸众生各生百手供养如来，尚不得脱，况两手者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如是如是，善男子，此诸众生无觉无知而生而灭，
善男子，我身亦如是，如幻如化，而是生灭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少众生？何者是老众生？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亦有老者，亦有少者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愿佛解说何者是也。佛告要上：无福衰者是老众生，从彼数生者是少众生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念佛往生的数师兄，江苏海门观月庙，自住持莲开法师设立念佛堂后，弘法度生至今已十余年。这十余年间，来此念佛的人与日俱增，因为在这佛堂中曾经发生过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。那是在农历四月初九日上午11时，那天众人正在佛堂大殿上念佛，突然来了一只老鼠在佛桌上走来走去。临时一位师兄发现后一愣，抬头看着老鼠。那只老鼠见有人看到自己也不害怕，停在佛桌上，也瞪着小眼睛看着那念佛人。老鼠，有老鼠，老鼠它爬到佛桌上了。这只老鼠的胆子可真大，竟然不怕人，我来把它抓下来。请小声点，不要吓到它。老鼠，你走吧，不要被猫看见了，免得性命难保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那只老鼠又出现了。它这次没有爬到佛桌上，而是蹲在地上的蒲团上。哎呀，你们快看，这只老鼠又跑来了。它这是要做什么？啊，莫非它是在拜佛？你今天是来听经的，还是要往生的？若要往生，大家送你去西方。那只老鼠好像听懂人话，立刻将前脚举起做合掌状，其嘴开闭不已，宛然念佛状态。它好像能听得懂法师的话。众人知道这只老鼠就要往生了，于是立即一起念佛。法师见他拜三拜后仍未停下来，于是就默默地计算着他拜佛的次数，居然拜了48拜。然而这只老鼠刚拜完，他的头就垂了下来，倒于前脚上。他圆寂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是为这只老鼠取名陈觉，书写书文，并在晚上为其火化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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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我熄灭后，那只老鼠的身体虽烧化，但灰却不曾散去。
法师将其挥置于玻璃匣内，作为念佛人的警策。老鼠竟然能念佛往生，这事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令人不敢相信。其实老鼠往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，我过去曾见过多次，其中两只在焦山寺内，一只在海门，都是六七年前的事，其情形跟这次很相似。佛说，大地众生皆有佛性，皆是未来佛，老鼠尚且也能往生净土，何况是人类呢？所以念佛人应更加精进，不懈怠地来念佛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